手 GS 球，最新版本的宝可梦它来了啊！我们看看啊，里面包含了宝可梦珠子的星夜喵、呆火鳄和润水鸭。今天我们就从零开始我们的宝可梦生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狸。第一个宝可梦，我们的初始宝可梦，我们选谁呢？啊，我的建议还是选草主。我们前期要升级的话，只能去水里面欺负一下这个鲤鱼王了，对吧？我们就直接选星夜喵啊，开始我的冒险。呜、一进来就是个在村庄里面，哇，这个村庄还挺大的。下面我们就来开一下我们的奖箱啊。这个奖励箱里面呢，就是一些比较，也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啊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呢，我是普通的奖励箱里面是没有宝可梦手机的啊，我直接就是把这个宝可梦手机放在这了啊，方便我们的生存啊。不是蓝狗啊，不是蓝狗。在这里设置我们的家吧啊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什么很多风格啊，这有很多风格，现代风格、营地风格、基础风格、牧场风格、霍比特风格、沙漠风格、雪地风格、沙漠风格二、水下风格。我觉得我们要现代风格吧，感觉现代风格就比较符合宝可梦这个设定啊。我们就不添加箱子，不添加矿坑，不向箱子中添加物品了吧，我们自己弄啊。建造，哎呦哎呦，有了一个现代小屋子，兄弟们。我们来看看有什么东西啊，这是个田哦，还有书架都给我们有了啊，中间还有个竹子，哎，为什么中间会有根竹子呢？哦，就上面就是两个张床，哇，这个小屋确实够简陋的啊，但是感觉就啊也不是特别现代，连个压力板都没有，哼，行吧，就是我们的家了，兄弟们啊。下面要干的事情就是给我们的星夜喵命名，哈哈，一个好的宝可梦不能缺了命名，名字会跟随他的一生啊，贱名好养活，还是那句话啊，咱们沿用咱们的取名策略。好，你叫狗子了。前期升级的话只能去打一打这种水属性的东西了，对吧？对了，走吧，我们去找一找鲤鱼王。哎呦，这个树，这个新版本的这个树可以出球果了吗？这种树，这什么树啊，兄弟们，我们挖一个看一看。黄球果树哦，直接就是黄球果树，可以这样种了，哎，那挺好的耶。这里好像是去那个什么异兽的地方的是吧？是个什么究极巢穴吗？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哎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干，我们前期可以收集一点这种球树回去种着。它是先开花后结果，这是花打了啥都没有，合理，合理，非常的合理。这样的话，那产能提升了好多倍哦，兄弟们。好啊，这里这种地形就是这个宝可梦里面有的地形了。这是店员哦，这是个商店，哇，这商店哦，还有牧场方块哦，这里是卖这种培育屋的。OK， 我们把自己的东西先卖一下，这种全副药咱们就不要了，咱们毕竟回血对吧？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Hello， 有人吗？Hello， 哎呦，这是啥？电脑？照片？这里有个 PC， 咱们有手机了就不用 PC 了。你们家连个箱子都没有吗？哦。花朵熏香，草属性的威力会提高，我刚好是只草属性的宝可梦，兄弟们，哎呦，刚刚好，完美 perfect。 这里还有一个啊，我们把这些全部都探索完。 Hello， 哦，这是医生啊，哎呀，我不要医生，我要护士，我要乔伊小姐呢，就被医生了啊。你们家有箱子吗？哎呦，有个钟，这是也是个商店，这里可以卖超级球，我买几个，就我们把超级球拉满吧。你看今天晚上虽说不捉宝可梦嘛，但是说万一能捉到一个呢？我上去，嘿嘿，哎呦，哎呦，好多球！哇，我操，发大财，兄弟们！我们把这些蛋糕也放这里了，没什么用。第一集就直接，哇操，重复球，这什么都是什么球啊？捉到曾经捉过的宝可梦，这个呢等级球啊，这个懂，还有个狩猎球，大师弟用的球，舒服了呀，兄弟们，舒服了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咱们直接就是出去抓宝可梦啊！这么多宝可梦，咱们捉几只先来打架啊！不用要求他有多厉害，咱们捉几只来打架，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啊！直接做一只可达鸭，它只有五级，咱们高级球可达鸭这么可爱，对吧？不会一发入魂吧？啊，一发入魂！燃烧虫可以进化成火神鹅啊，我们就可以飞了。火神鹅应该可以骑着我们飞吧？我们直接做一只燃烧虫。哎呦，这个还有特效的，这个做宝可梦。哎呀，碎了！擦，做只燃烧虫。
哎，好容易碎啊！我操，这燃烧虫物这么难捉，给我捉住！我操，瞬间挣脱这只燃烧虫，我就这三颗球捉住了，我年更一个月。哦，有机会！哎，不对，这一只地鼠为什么是紫色的？这是异色宝可梦吗？哎，我不要燃烧虫了，我要它。啊，它给我弄碎了，走。哎，行，这只好像是只异色。捉住！哎，抓住了！哎，兄弟们，哦，真是异色的这只地鼠。哎呦，没有捉到燃烧虫，捉到异色的地鼠。Nice。OK 啊，我们来沙漠神殿看看里面的有什么好东西啊。OK。我操，爆炸保护四。哎，有点放不下了。我们要回去弄一下东西。我们先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吧。古代石像，火球石板。截肢杀手 GS 球好像是百分百捕捉的球。哇擦，好吧兄弟们，第一期啊最新版本的宝可梦啊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